好，来这一个 a company saving after an year 是这一个东西，然后 exceed 4000就是超过4000，所以我的2000一加 0.07 power n 会大过4000，然后我这个搬过去，然后里面的我可能加起来 1.07 power n 大过2，然后我就有 log both side， OK， log 1.07大过 log 2，所以我的 n， OK， 1.07这一边你要小心哦，你的这个 log 1.07你看一下它是 positive 的，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丢，然后 log 2和 log 1.07， OK， 如果它是 positive 的话呢，你直接丢它符号不会换，然后如果它是 negative 的时候呢，你丢的时候呢它要换那个direction， OK，大过要换成小过，小过要换成大过，所以我在我的计算机这一边我按 log 2， OK， log 2然后除以 log 1.07， OK， 我上面的没有关不用紧，我下面的我上面的没有关也不可以用，所以我上面这边也是要关， OK， 所以它会拿到 0.24，所以我的 n 大过 10.24， 所以我的 n 等于11 years， 11年。